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近日众多朝中官员府中遭劫失窃案频发，下令封锁上京城，抓捕江洋大盗玉罗刹。外边来了很多官兵，再不跑就来不及了。谁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个命不久矣的病秧子？是啊，嫁进来和守活寡没区别。唉，作孽啊。侍从权益，不只是河北，郑府从危险的地方就是一个大权，不如借着婚事躲藏一番。而堂堂世子，却被逼着娶一个小门小户的女人，圣上也是，任由着朝野重臣对你施压，哼，不娶就交兵符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爹，大喜之日不可妄议圣上，倘若娶亲能打消圣上对我们定北侯府的猜忌之心，倒也无妨。孝道，西南迎亲。儿啊，时日将到了，快进屋吧。曾经的少年将军，沦为病秧子又何妨？在意的物，爱重的人，儿啊，我都要守，属于我的我要一样一样夺回来。沧海桑田一眼，弄死楼花的魂剑，忽而又淡如轻烟。门口有兵，后门有兵，安危不确定，想出去还是难啊。公选偏偏身前未出半片刻团圆，也许如果痴念不沾染生离死别，不配当倾城之恋。自愿轻叹的桥段中沦为老生常谈，给予你全部如冰如膏肓一般。我听闻侯府世子病入膏肓，如今怎能行走？默默顽疾缠身，偶尔咳血，不能久站，以轮椅代步。今日成亲，自然是要庄重得体些。你当真愿意嫁我？嗯，愿意。可上书中荒原每次逆风的石南，结局便与你。请二位新人拜堂。一拜天地。还挺好看的。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洞房，我把这事儿给忘了。
侯府的守卫还真是森严，该怎么办呢？世子大婚，宾客众多，命禁军严加搜查。见机行事吧。哟，世子还能忍到？我还以为今晚要大眼瞪小眼了。就是不知能坚持多久。快走吧，我们生在大西，下到世子，这辈子就完了。冒犯过。不必解释。强娶并非我本意，从今往后，我定以礼相。世子。世子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必须要出去找办法寻到我的养父养母。你是个道士，我能和你睡在一起吗？醒了，该去给老爷大人敬茶了。什么敬茶？敬什么茶？委屈你了，爹，都是我自己的选择。如今我残躯一个，守不住自己的性命，更守不住自由，只剩下了一份义气。您怎么穿着喜服还出来了？废话。我腰上缠着软剑，左袖飞镖，右手匕首的，换衣服还不露了馅。老爷、夫人，少夫人到。拜见老爷和夫人，我到了。到了就好。看来儿媳很喜欢这件嫁衣呀。啊，少夫人，请敬茶。敬茶应该和拜把子没区别。请老爷喝茶。儿媳的真诚可见一斑呐。幸好哥哥。来的不是时候，打断了各位的敬茶礼仪。诸位不会怪我吧？你谁啊？
你管我是谁，你只要记着我是来干嘛的就好了。那你来干嘛？自然是拆散你们。我倒要听听你的计策，若是让我满意，我这就替你下堂求娶。我让我爹请圣上逼你娶亲，是为了让你娶我，你怎么好好的娶了别人？茂某生平最恨公私不分，张小姐，无论如何，我断然不会与你成亲。是因为他吗？我容貌、家世、气度，样样胜过他。你眼睛是不好使吗？你想嫁给他，我可以理解。你何故言语如我？偏骂你，谁让你上赶着嫁给他？是是是，我上赶着嫁给他。那我也没有办法呀，人家小门小户的，那谁能拒绝得了侯府的嫡亲呢？门口有兵，后门有兵，范围不确定，想出去怕是难啊。咱家是来与世子贺喜。季公公，可是皇上有事吩咐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日官员家中失窃案频发，令定北侯一月为期，抓捕江洋大盗郁国煞。令定北侯一月为期，若事不成，则按失职罪论处，归还虎符，削爵下狱，发配边疆，永不还朝，钦此。请定北侯接旨。季公公，我儿听从圣旨，归家娶妻，对圣上忠心耿耿，江洋大胆难抓，众人皆知，抓不到就流放，这实在是求皇上放定北侯府一条活路。吉公公，父亲年事已高，还望公公回宫禀报圣上。孟星河愿替父领旨。星河，我孟星河愿意向上头颅担保，于一月之期内捉拿江洋大盗归案，望圣上允准，成与不成，祸不及孟家。果然是虎父无犬子，那便等世子的好消息。我这是自投罗网了。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，东面墙低，倒是能逃出去。为助世子捉贼，圣上已下旨，封锁整个上京城，连只苍蝇也飞不出去。孟星河身边最危险，但也最安全。看来这世子妃还得再装一段时间。哎，今日阵仗当真害人啊！夫人应对得很好，江家叫女友帮，不知夫人可否告知江家家训，让我也学习一二。家训是有的，只不过我一时给忘了。无妨，后日便是回门，我届时亲口问岳父岳母便好。什么回门？回什么门？我这就去背回门薄礼。不是，天要亡我。
你这回门里准备的 也太周全了。请问娘子，这江府该怎么走？既然如此，只能赌一下了。世子，请跟我来。你回自己家也这么谨慎？啊，怎么会呢？这个是我家。既然是你家，那便敲门吧。晚辈可不能让长辈等太久。我爹爹可能已经睡觉了，咱要不开始吧。小二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爹娘，太好了，我还以为你们。这是啊，这个是我相公定北侯府的孟星河，今日陪我回门。伯父伯母在上，小伯父伯母在上，小婿向二位请安。你什么时候进？回来也不说一声，快进来吧。啊，对，请进。你个死丫头，怎么都不是人回来？人家那是陌生人家，是请你来抓我的冤家。就这，你们父女二人别说小话了，先进屋。女婿，会喝酒吗？小婿可浅酌两杯。极好，那就陪我喝一壶。正所谓酒品如人品。江伯父，韶儿聪慧活泼，不似寻常闺阁女子般古板，还是江伯父教女有方，一直将她视为掌上明珠啊。嗯，女婿兄弟，过来。乖乖啊，从我捡回来的时候就这样。这都已经是约束过的了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剪刀啊？对，他从小啊，女工就特别优秀。我在他几亿的时候，还特意给他打了把剪刀呢。啊，剪刀！原来如此，来，
江伯父，小婿再敬您一杯。这杯我不喝，都这样了还叫伯父呢，自罚三杯吧。好好好，小婿自罚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说他是拽你的冤家，你怎能同他成了亲？也怪我当日慌不择路，一时之下就上了定北侯府的喜轿，成了他们家的心腹，堂堂世子妃。这上京城几百双眼睛盯着我，逃也逃不掉啊。那他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吗？他就是奉圣上之命捉拿江洋大盗之人。不行，走，现在必须马上走，趁着今晚就走。娘，我这怎么逃啊？我说不如就坐着世子妃，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哎呀，从小主意就大。岳父放心，我定照顾好少儿。照顾好。那女婿救命，若是遇到难处理的事儿，就放个风筝，爹娘随时去寻你啊。嗯，放心。女婿兄弟，女婿兄弟。父兄，他怎么喝这么多？不知道啊，没喝两杯啊。那我要不先带他回去。走吧。乖乖，路上小心啊。嗯。你还要瞒我到几时啊，江姑娘？你到底是谁？你都知道了，还是让他知道我是江洋大盗了？自然是知道了。你并非北城江家的江姑娘，一直瞒着身份，很辛苦吧？你诈我！这么说，你是承认了？我这不是被你识破身份了吗？好吧，我就告诉你我真实的身份。我其实也不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。我兄嫂说，我是从乱葬岗被捡回来的。乱葬岗之乱之险的确不易。那天晚上的风很大，我兄嫂说，我就穿着一件单薄的衣衫，还破了很大一个洞。身上唯一认证我身份的玉佩也碎了。当年救了我的人，三七，他出现了。
这感情好啊，赶紧把她找出来，把这恩情还了吧。她嫁给我了。世子，你这有点恩将仇报。我说错话了。是啊，嫁给我有什么好？宝蓝色有剧毒，尖端锋利，足以一刀扎穿胸口。这般柔情似水的姑娘，幼年时是有多苦，才会随身携带着利器保护你？什么自己？世道艰险，我只怕尽不了保护她的责任。什么责任？三七，你将世子爷没你想的那么清高，不过是个庸俗、肤浅、见色起意之人。如今这感情债倒是多欠了他几分。三七，世子，今日听他提起被家人抛弃，看似洒脱，实则在意。你去帮我寻他的亲生父母吧。是。怎么，见到我很惊讶吗？我爹为我请旨，怕是要在这常住了。哎，你这小麻烦精太能折腾了。星河哥哥要我叫你同夫人一起用膳。事已至此，先吃饭吧。母亲。顺妃，真是世子为的，无妨。唉，左为尊，右次之，你嫁做人妇了还不懂这个规矩，你当真是没教养。不劳张姑娘费心，不知今日饭菜合不合儿媳的口味，快尝尝。母亲先吃。没规矩。也是，小门小户家的女子，不知尊卑，不守规矩，又不守礼，连长辈先动筷这件这么小的事情你都不懂，你当真是有娘生没娘养啊？张姑娘说我也就算了，为何提及我的母亲？我以为是村姑没人懂啊，原来你听得懂啊。姑娘家家的不知羞耻，离我家相公远点，还想请旨住进我家，哪有牛不喝水强摁头的道理？母亲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先告退了。快去吧。祥云，上你。呀，张姑娘，你怎么摔倒了？现世报竟来得这么快乐。湘雨上令。不许哭。
公。夫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他刚刚逼我逼得可狠了，那兔子被逼急了，还咬人呢。我理解夫人初来乍到，自然是有些害怕。刘宁，在我定北侯府，谁要是惹夫人不开心，我便要请她出去。时候不早了，回去吧。江云少，你给我等着。夫人这下可高兴了？开心？那我是谁啊？再来十个八个这样的小姑娘，我都可以搞定。那方才席间，你可吃饱了？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是有点饿，早知道刚才多吃两口。走吧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既然要在此处待上一段时间，先叫爹爹别去查以前那些事情，免生是非。还得是娘啊，早早便想好了纸鸢传信。这边教人一个浅显的道理，没有那金刚钻就少揽那瓷器活。一地的荷包，夫人可是要做生意。卖给你，你要啊？实在是别出心裁啊。府中无聊，夫人可要出去玩玩？想。算了，这荷包还没绣好呢，娘招佣您看见，不知道怎么笑话我。荷包我就说是送我的，我收到了，且手艺极好，谁还会怀疑？好了，不同你说笑了，有一件事儿我想要同你商量。我帮你寻到了亲生父母，不知你是否想见他们？你当真为我找到了亲生父母？若是你想见，明日我便带你去见。我从未想过，亲生还有缘见到我的亲生父母。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兄嫂。披星戴月乘着风而来，我就在这里埋好烈，就哄你哭盛开。如此样式精致的荷包，除了我还会有谁买？爹娘在上，我是江云韶。韶儿，可说说当初是在哪儿被捡回去的？上交城外，乱葬岗中。对对对，那身上衣服破的，那小手凉的，对得上。除此之外呢？我就在这里埋好烈，就哄你哭。我这里有一块玉佩，虽然碎了，但上面有一个江字。我没有女儿。他的这些东西都对得上。我的女儿温柔势利，怎么会是向野村姑？你们的事在作弄我，她绝对不会是我的女儿。铁证如山，你怎能因她长得不像你心中完美的样子就不认她？老爷，你是想收回燕儿的继承权吗？女儿丢失时你说补偿我，要把江家由言儿来继承，你现在不能说话不算数啊。江夫人的如意算盘打的是又巧又妙，用自己女儿失踪之事博取夫君的同情，换自己儿子的前程。
你休想冒充我的女儿！那可是乱葬岗啊！你们不知道从哪里找来这么一个冒名顶替的人，已经说我是冒名顶替。这么说来，江夫人，你是执意认为，芍儿并非你的亲生女儿？只要你说不是，那就不是。 你不是我的女儿。既然你们江家不想认我这个女儿，那我就做回我的江云韶。韶儿，既然如此，有些话还是说清楚比较好。既然 芍儿，不愿做江家的女儿，那二位与我应是没什么联系。你们不要她，我要。从今往后，定北侯府便是她的家。你知道吗？虽然我不记得小时候的日子有多苦，但是我手腕上的伤，冬天发作的冻疮，还有之前隐隐发作的危急，都在告诉我之前的日子有多不好过。 又不是我非要找他们，是我多此一举。早就应该想到的，毕竟他们这么多年都没有找你。我真的那么不好吗？好累了。 媚娘，这有什么好哭的？都是个大姑娘了，还动不动哭鼻子。我没哭。其实，我早就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是谁。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一来，我早知道江家夫人品行，接你回去也自然不会好好待你。 二来，我舍不得你啊！我私心想让你待在我身边久一点。娘，我不要他们了。结果虽然不如你意，有些委屈，但你可不要伤心太久，免得旁人担心。 从今往后，我定会竭尽全力爱护你。定北侯府就是你的家，我亦是你的家人。三七，世子妃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呀？ 这是国公府东方少爷送来的生辰宴拜帖。作为世子妃，是要陪世子参加宴会的吧？今日的世子妃听起来倒不同往常一般佳作。 夫人何事啊？你让我陪你去参加宴会可好？改日我带夫人去别的宴会可好？怎么了吗？我想以夫人的身份陪同你一起参加宴会，有何不可？只是东方景策他。
哎呀，你就让我陪你去嘛。那好吧，去一次倒也无妨，后日你我同去。切记，我不在时不可莽撞。你放心，我呢绝对不碰。安分些，结束之后你我一起回去。你乖，下次春日里我带你一同去赏花。一言为定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公子认识我吗？哦，在下眼拙，错认世子妃为相熟知己。这人倒是有些眼熟，在何处见过呢？世子，世子妃，请分别入席。我苦寻不得的女子在内廷宴席中，你去将她带到狱中严加看管，有她方能成我大器。是。带走你我，自然是知道了你我的身份。江云山，你当真是脑子有病啊！我们都被关到大牢里了，你还这样定气神闲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等。江家人，他不是逃走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禀大人，一切皆妥当，只是宴会上除夫人外有两名女子，我并不认识，索性一起抓了。在哪儿抓的？今日的宴会上。当面抓的？是啊。你也没说要隐蔽行事。你傻啊你！啊！你怕他们不知道是我指使的是吗？人在哪儿？在监牢里。你呀！你就会给我找麻烦是吗？你是何人？我乃定北侯世子，有人证实我家世子妃进了国公府内狱，怎么我来接人也不许了吗？你怎么跟孟世子说话呢？啊，世子来了自然是畅通无阻啊，
东方少爷好大的胆子，国公府不分青红皂白，将我家夫人关进国公府内狱。怎么，莫非这天下要改朝换代姓东方了？岂敢，你最好不敢，否则我定带兵剿灭逆党。且不论我国公府对圣上忠心耿耿，世子，你已非那十年前英姿焕发的中郎将，只怕重蹈覆辙，如封城一战铩羽而归，中毒颇深，命不久矣。你可以试一试。请。我有话想对我说。我认得你，当初我离开驿站被抓进牢中，他们取了我不少血，还折磨我。他们为什么这么对你？这张脸便是你我的劫难。那你看清楚害你的人是谁了吗？今夜城郊外地牢，他会去。怎么，他来了是吗？少儿，取血囚禁和我小时候如出一辙，莫星河，难道我一直在找的仇人就是你？你怎么来了？我询问国公府的人，得知你在这儿。我为什么会被抓进来？家仆以为又遇到了那无恶不作的江洋大盗，如今城中少女频频失踪，家仆谨慎了些，这才误捉了世子妃。世子妃莫怪，东方在此向世子妃赔罪。下不为例。少儿，我们回家。我得去一趟地牢，莫星河，千万不能是你。居然把我一个人丢在这。哟，稀客啊，世子怎么会来此处啊？孟星河，东方锦簇。我收到线报，说是此处囚禁失踪少女，东方少爷在此，该不会是与失踪案有关吧？这话可不能乱说，世子可否有证据？我若是证据确凿，此时东方少爷恐怕是会在监牢吧。看来这今天是非查不可了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是不是囚禁少女一查便知？请。三七。是。听不清他们说什么，看起来相谈甚欢。没有发现异样。世子，可否有找到失踪的少女？是我冒犯了。世子，自从你不上战场，这日子过得真是清闲了许多啊。当年封城一战，自然是毕生难忘。当真是有我的吗？世子，少儿，这小贼武功不俗，不会是江洋大盗吧？江洋大盗吗？世子受伤了，不如坐我的马车回侯府吧，省力些。有劳。孟星河肯定不会做出囚禁放血之事。不
那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江家女所说的地方？真的只是巧合吗？他的伤还好吗？世子受伤了，顺路送他回来。多谢。告辞。真的是你？疼吗？疼。打不过就跑，何必死命追，惹得自己受伤。你是在关心我吗？你身子本来就不好，要是你真出什么事，侯夫人不知道怎么说我呢。你我成亲本就阴差阳错，世子千万别误会啊。是啊，我在奢求什么？药我已经上完了，世子你早点休息，我先告退了。你别忘了，你是江洋大盗，大义为先，不能成女儿女继承。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幸好狗狗，我已经说服我爹，我愿意嫁给你作为平妻。你慢慢谈，你我并非良缘，他想嫁给你做平妻，我可以接受。你到底要耍小孩子心气到什么时候？心口哥哥，你这是怎么啦？你从未如此严格，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？你以为凭借萧霁大将军的名讳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未免有些太任性了。爹爹宠爱我，为我谋划，这样也有错？父母爱子女，为之计深远，萧霁大将军断然不会纵容你这种任性的行为。若不是你以死相逼，怎么会有这档子荒谬的事儿？我只是想嫁给你，这样也有错？张小姐，你可问过孟某是否愿意娶你？你凭什么不想娶我啊？我们本来就有婚约。孟某本就不想娶亲，若不是你设计，又怎么会有婚约？你不想娶亲，那你为什么娶他？他是我想要的人。你别后悔。世子，难道你又想起十年前那一战了？每当你心神不宁时，就会弹奏这首《将军令》。
我本无心搅弄朝中风云，只想做皇上手中的利刃，上阵杀敌。只可惜，此生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十年前封城那一战，世子您为主将，张幽宁的父亲张时与那东方景策，他们是副将。若非他们叛敌，您何至于此？张时成了小骑大将军，东方景策更是深受皇上重用。而我呢，身子一天不如一天，现如今连长枪也拿不起了。三七，以后不要再提通敌的事，没有证据反而落人口舌。在三七心里，您永远是那穿缨袍带长枪上战场奋勇杀敌的存在。这么多年，每当午夜梦回，我总是会想起封城血流成河，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质问我，你为何没能保护好我们的家园？少年将军竟成了如今的病秧子。皇上不就是忌惮你手中那块虎符吗？是啊，不然也不会命我去追拿着来无影去无踪的江洋大盗。皇上正愁没有借口，借此机会捉拿江洋大盗一事，为难定北侯。世子，我看你就是糊涂。您只要娶了那张幼宁为妻，您就能从张师手里夺得另外一块虎符。幽宁不过是任性了些，不该牵扯他的。那夫人呢？夫人被我搅入这滩浑水，她本非池中物，早知如此，也不该耽误她。可我便是你要寻的江洋大盗，你会轻易放过我吗？我要离开这里。你怎么了？你突然发病了？你该不会是信了东方锦策的话，因为我打扮成这样花枝招展的是来青楼？因为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，你一个姑娘家逛青楼还打扮成这样，难免被人占便宜。你以为我想这样？你以为我想趟这趟浑水吗？我眼睁睁看着他们一个二个都被……算了，我感觉有一张大网把我们所有人都困在其中，我找不到方向。遇到什么不解，你可以直接告诉我。少儿，你我是夫妻，理应共同进退。那倘若你要杀我呢？那你大抵可以先杀了我。这簪子是你敬茶那天掉在地上摔坏了，如今我把它修好了，还给你。你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，那今夜你为什么来青楼？你觉得我来青楼能做什么？我这副身子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你有一副好身子，你就能随便纳很多外事了？你不讲道理。我明明有理有据，怎么到你嘴里就成我不讲道理了啊？你吃错了。谁管你啊？由得你去。前些日子
我查失踪女子查到了东方景策头上，只可惜没有证据。这不循着线索才发现你在这儿逛青楼。所以你是因为在查失踪女子一事才去了茅草屋？我虽然体弱，但也受朝廷俸禄，这是起大案，总得有个交代。那你查到什么了？你是不是知道的有点多啊？你梦里告诉我的，梦里。无论如何，你以后出门还是多带些护卫的好。回家吧，天冷了，你穿这么些，小心着凉。我不会去。倘若今天我没有及时出现，你又该怎么办？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，我决定好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这约房肯定不行啊，我还没准备好。你以为我决定好什么了？睡觉。睡觉。父兄，美娘。谢谢美娘。怎么了？昨夜是不是没睡好？嗯，没睡好的前提是得睡得着吧。昨夜我一夜无眠。父兄，我怀疑这孟星河就是小时候囚禁我的人。我在狱中遇到江家女，她在临死前指认孟星河就是抓她的人，而且我顺着他给我茅草屋的线索一路查下去，结果这个孟星河每次都在场，这难道是巧合吗？会不会也有其他人在场，但因为你心思都在孟星河身上，就忽略了这个人？东方锦策，那便有两种可能：一，便是二人狼狈为奸不干好事；二，他孟星河是个好人，你俩殊途同归，是一路人。美娘说的有理，不过他是好人又如何？人家是官，我是匪，他得抓到我才能向皇上复命，保他一家不死。他难道会因为我放弃他定北侯一家人的性命吗？我看女婿待你是真心，你们朝夕相伴这么些日子，你难道没有一点点喜欢他吗？喜欢又如何？终究是要分开的。乖乖，我觉得你现在当务之急啊，要先查清楚孟星河到底是不是你的仇人。若是，这样你也不用为你的身份烦忧；若不是，那你俩可以一起好好商量商量，总好过你一人在这苦思吧。父兄说的有理，
我定查清楚这幕后黑手到底是谁。如果真是他孟星河，我绝不轻饶。哎，饭没吃完呢。这傻姑娘。傻丫头，嘴里说着狠话，其实最舍不得的就是她自己。饭完，你阿兄阿嫂吧。嗯。孟哥哥，如果我没有你想的那般好，你会怎么办？会包容你。那我又是穷凶极恶呢？会杀了你，然后再自我了结，下辈子重新教导你做个至纯至善的人。你怎么了？孟哥哥，你是好人，对吗？或许我也没有勺儿想的那般光明磊落。没劲，晚饭不用等我，我先回去了。世子，明明我暗中跟着世子妃，她又行动了。世子妃怎么了？她换上了夜行服，去了镇国公府。我让你猖狂，今天就接你几瓶。难不成家里进贼了？来人，封锁国公府所有出入口。看来偷我的东西，我让你有来无回。东方兄。东方兄，孟某不请自来，东方兄不会觉得冒犯吗？孟世子，今日怎么有空大驾光临啊？正巧，我府内今日招了贼，劳烦端案如神的孟世子帮忙捉贼。当真巧了，我今日正好有空。这孟星河往日同我针尖对麦芒，更别提来我府上。东方兄说府中遭贼，可有证据？证据？证据自然是有的。我那宝瓶不见了，看样是那江洋大盗做的。世子，你不会知道江洋大盗会来这儿，你才来此处的吧？东方兄所言极是。我正是为了江洋大盗而来，不过国公府被你里里外外锁得死死的，想来这小贼也逃不出去，应是从这儿这房梁处逃走的。但我怎么总觉得他还在这屋内。好，容我探查一番。
如何？啊，后面无人。这小贼啊，就是从这房梁处逃走了。据说国公府是江洋大盗入侵，想来此人轻功不赖，应是已经逃离国公府了。世子所言极是，但我奉劝世子一句，你有皇命在身，必须抓到那江洋大盗才作数。我的事不劳东方兄费心，国公府极大，我还需去其他处继续探查，烦请东方兄带路。请。夫人，你不该向我解释一下今日为何会出现在东方景策家中？哦，那日他把我关进地牢，我心中愤愤不平。夫人一介女流，何以认为自己能够孤身一人从国公府中占到便宜全身而退？这簪子是在国公府屏风前面捡到的，要是让国公府的人发现这簪子乃我定北侯府世子妃之物，恐怕这上京城又要掀起流言蜚语了。那若是被发现，我绝不会连累定北侯府一家，我会承认我就是。够了，你累了，休息吧。你在怕什么？怕？无论如何，我帮了你一次，你算是欠了我一回。我偏不想欠你的，你想要什么，尽管你提。你可不要给我这样的机会，我怕。怕什么？我怕我变得贪心。我要是一直让你留在我身边呢？好商量。这么说夫人是答应了？好说好说。我听闻寻常夫妻总要有一些过日子的情趣。哦，那改日我们去踏青如何？劳累。啊，那都会。拥挤。廊下赏雪，这行了吧？那你也太麻烦了吧？不过你等着，我安排。世子，你明知夫人就是江洋大盗，为何不拆穿？有些话一旦宣之于口，我和他再无夫妻缘分，想来我存了私心，想让他一直留在我身边。说来啊，我才更像这小偷，我的每一日都是偷来的。我们激动争吵相拥相爱，想念每一次落单，你的温柔让心跳崇拜，我要的爱只在你身上存在，要不是你不会哭得笑得傻得像小孩，在一起不简单，别轻易
说分开。啥？你的爱都变成我的依赖，依赖着你的我可以紧紧不勇敢。你在干什么？晚上你就知道了。我相信。不愧是江云韶，不该被困于这一隅之地的江云韶。我明白，我期待。孟星河，今夜的灯都是为你亮的。我们都忘掉过去，做一夜自己吧。这些都是你做的。那你也太小瞧你的人缘了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份。我们大家一起准备了一晚上。那个是夫人做的，这个是三七做的，三七最笨，做了好几天呢。嗯，这个是我做的。合适的收场，虔诚的模样。我还准备了孔明灯呢。我们故事还长，有你就是远方，把你刻在心上，让我每天有念想。不知沙儿，你可是有所求。你知道大家为什么要把愿望写在孔明灯上吗？我们故事还长，爱是唯一信仰。因为孔明灯随风而去，飞得越高呢，愿望就越容易实现。所以孟星河一定要许真心的哦。自然字字真心。白月光照前方是希望，对流星我许下愿望。合适的收场，虔诚的模样，我们深情的对话。我们故事还长，有你就是远方，把你刻在心上，让我每天有念想。不惧黑夜太过漫长，我知道你在身旁，让我世界发亮。你开心吗？我们故事还长，我们和离吧。位于信仰，我的爱比心上，你的爱交给我收藏。迎着别人羡慕目光，我们一起陪着时间成长。迎着别人羡慕目光，我们一起陪着时间成长。韶儿，愿你所愿皆所得。不就是感染风寒吗？为何你们一个个都说治不好？世子体内余毒未清，怕是华佗在世也难。华长还都靠药吊着。锥心蚀骨，侵体入肺。世子，娘，不必伤心。儿命该如此，
待儿走后，还望娘能够好生照拂少儿。儿啊，别说丧气话，娘铁棒求医，寻遍天下名医，肯定有办法的。你回来已有些日子了，就不担心孟星河吗？我跟他都两不相欠了，还担心他做什么？父兄，你这么说的话，接下孟家的求医榜？接榜？为何而接榜？我走的时候明明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这么严重了？恐怕不日就要驾鹤西去了。什么？本来我想着你若是放不下，美娘倒是略懂一些岐黄之术，现在看不需要了。娘，你当真能救她？亲家怎么样了？如何？有救。太好了，是青花毒。他的解药是你，需要你的血做药引子。来人，把沈长亭和莫美娘给我抓起来。是。我们接到线人信息，世子妃的养父母与江洋大盗高度吻合。你是何人？定北侯府世子妃，我要进去找他。娘，美娘，下去。住手！爹，少儿。你杀了我爹娘，少儿，是你杀了我的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，我要杀了你。世子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世子妃你用死刑犯代替了他的爹娘？恨我总比爱我好，事情一旦败露必死无疑，我已经欠了他一条命，怎么能再让他跟我一起去死？世子，宫里来了旨意让您现在入宫。比我想象的快，走吧，进宫。孟星河，你偷龙转凤私藏罪犯，你可知罪？沈长亭莫美娘实在冤枉，以死刑犯偷天换日实在无奈之举，孟星河愿一力承担后果。一月之期将至，你既说他们二人是江洋大盗，那你可有什么眉目？微臣无能。东方紫渊娘娘，臣以为世子查案偷藏私心，我愿自请查取江洋大盗之案。娘娘，万万不可！你别不识好歹，我可是在帮你啊。孟世子迟迟查不出真相，这一月的期限到了过后，后果可不像今日询问这般轻松，不如就让东方锦策来帮你。娘娘，臣愿立下军令状，若一月之期内抓不到江洋大盗，我以命来换。哦，你今日之师就得这么一张军令状？臣愿以功代过，削去定北侯府世子爵位。
唤东方紫渊娘娘及圣上，不追究。好，那就这么办。世子好魄力，愿意用权、钱乃至性命换取江洋大道，只希望世子想守护的人值得世子这般牺牲。娘娘、圣上，臣先行告退。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我早晚都会死。你没有资格站在这里。你我二人不是约好开春一起去赏月的吗？还算数吗？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，只可惜你一直没回来。大夫说我命不久矣，最好别吹风。我还跟他们说别小题大做。如果美娘他们还活着，或许他们有办法救你，我也会救。那现在呢？不会。少儿，你还是恨我？我当然恨你。但我更恨我自己。这一招是我在京都为你置办的一套宅子，环境很好，月光很亮，你肯定会喜欢。这张是京郊的百亩良田，是当年立功圣上赏我的，如今也都升职了。我只求与你毫无干系。这是和离书，和离以后天高海阔任你闯，你我二人从此毫无关系。我要你到死都觉得愧疚，至生至死你都偿还不清。还是没能护你周全。我们做个交易如何？孟星河害死了你的爹娘，下一个要害死的就是你这个女飞贼。他在君上面前立下军令状，一个月之内成功抓捕雌雄大盗，成则加官进爵。我不信。哼，你当他为何还要再找你？因为爱吗？那就太天真了。他要的是你自投罗网。所以啊，这主动权还是要掌控在自己的手中。做不做由你，成我放你出京，从此世上再无雌雄大盗。我在这等你的好消息。世子，您拿错了，
那瓶不是春药吗？相隔千里，一别两宽，算什么痛？我偏要让他们人面咫尺。心隔千里，你不问我为什么回来，我问了你会说吗？还记得你第一次进世子府，第一次敬茶，那次奉茶我还以为你要跟我爹娘拜把子。人都是会变的，不是吗？这么丑的荷包你还带着？我知道，我如果不接受你的心意，你会伤心的。对了，那天晚上你在长明灯上写的是什么愿望？事到如今知道这个重要吗？你的事情对我孟星河来说都很重要。孟星河，长命百岁。起风了，你去把门关一下吧。你呢？你许了什么愿望？江云韶，所愿皆所得。别好，我知道这茶里有毒，但我这条命是你的，你想要，我随时可以拱手相让。我只是遗憾，接下来的日子我没有办法陪你一起走下去。冬去春来细雨绵绵，花开四季。你干什么？之前我问过你，如果我是穷凶极恶的人，你说你会杀了我再自尽。少儿，下辈子你早点找到我，我们不要变成如今这样的局面，好不好？年飘飘落落，你住心田，花开四季，只等你来年。少儿，你在茶里下的是什么药？从方锦策给我的药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大体是春药。茫茫人海，烟如万年，飘飘落落，你住心田。从不问红尘与凡喧，足以。老二，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可否归来举杯尽欢颜？你说此。你不介意我病秧子的称呼嫁给我吗？我一直担心我自己把你拖入泥潭，害怕误你终身。你不清醒？我清醒极了，我喜欢你。
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你就像是天上翱翔的凤，而我只是残败不堪的身体。我愿意同你长相守，可是终究是我太贪心了。你杀了我的爹娘，杀父弑母之仇不共戴天。芳儿，你要去哪儿？子非，想他快点好，你给他找个女人不就完了？把他拦住。师父，你就算把所有真相告诉他又能怎样？别管我，你快去保护他。师子，三七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快去啊。你来做什么？滚！别急着赶我走啊，世子。今夜这出好戏真是感天动地啊，只不过这场戏演了一半，剩下的还得你我二人完成。世子，青花毒发作，我是来给你送解药的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世子妃当真狠心啊，原本你我二人商量，故意难为他，逼他给你们二人下药，这样你就能顺水推舟，生米煮成熟饭。你都这样了，他都不同你远方。你编故事的能力倒是一流，你怎么不去写话本子？哼！这少女血喝下去，青花毒便能被压制了，也不枉狮子抓捕那么多女子。滚开！我不是你，我不会为了利益不择手段伤害无辜之人。有趣，分离你们夫妻二人当真有趣极了。孟世子，你知道我为何同你演这出戏吗？若是你们夫妻同心，还真不好办。但只要你们分开，敢动他，我定废了你。就凭你这副身子，我布了这么久的局，放心，你们夫妻二人一个都跑不掉。带走。荣芳锦策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绑架朝廷命官！谁能想到呢？这风神俊朗的少年将军孟星河，竟落得如此光景，谁看了不说声可悲啊？至少我清清白白做人，不曾卖国，不曾投敌。当年封城一战，我故意的确打开城门，那又如何？皇上照常嘉奖于我，封我为定国公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女人，我送了皇上很多女人。以无辜女人换取自己的锦绣前程，卑鄙无耻。东方景策，我可怜你。哼，如今你也是阶下囚，你有什么资格可怜我？你我一样，永失所爱，
还不够可怜？闭嘴！我想问问你，亲手把自己心爱的女人送进宫为妃是什么感受？我进宫面见东方紫渊那天就发现，往日倨傲的东方少爷居然也满目柔情，可见关系不俗啊。我的女人，我自然会想办法抢回来。你的办法就是密谋造反吗？那又如何？只怕你看不到这一幕。你们两个麻利点，痛快地送世子走。你不去保护你家世子，你又跟着我做什么？看你这副清闲的样子，怎么孟世子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了？说你两句你还不高兴了？他做了那么多亏心事儿，长命百岁的很。世子妃，您不能这么说我家世子。世子自幼仁义立天地，断然不会为一己之私伤害百姓。谎话说多了，你自己都信了吧？孟星河掳走少女，治疗情花毒，贵人的命是金子，百姓的命就是通草芥吗？世子妃，道听途说不可信。我亲眼所见。东方景策何许人也？城府更是深不可测。他有心算计世子，只有你个傻子才会去相信。我相知相伴这些时日，你还不清楚世子的为人吗？我，江姑娘，你扪心自问，我家世子自从娶了你，他可曾亏待过你？知你想要归属，他便为你寻亲，虽然事不尽人意，但他还是用自己的法子护住了你。他为我寻亲是为了探究我的真实身份，如果他知道我真实的身份，定容不下我。什么身份？不就是江洋大盗吗？什么身份？不就是江洋大盗吗？他早就知道你就是那江洋大盗，即便圣上雷霆施压，他仍旧为你周旋，更是立下军令状保你，他是要以自己的命换你活下去啊。不可能，我父母被抓入狱还冤死牢中。江姑娘，眼见未必就是真相，他早就给你们父母二人安排好了去处，你那日看到的不过是障眼法。你就像一道光暖心房，日落西一起看谁。他早就为你们置办好了新的身份，只待他身孕，你们就可以远走他乡，逍遥快活。江姑娘，世子怕你们以后被世人瞧不起，房契地契都给你备好，甚至连放弃书都给你写好。当初那碗药世子早就知道有毒，但他还是愿意为你喝下去，他只是想得到一个解脱。不可能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世子愿意幸你护你余生安稳，你还要他如何？故事还长，有你就是远方，把你刻在心上，让我每天都念想。不惧黑夜太过漫长，我知道你在身旁，让我世界你就是远方，把你刻在心上，让我每天都念想。不惧黑夜太过漫长，孟星河，我知道你在身旁。孟星河，你不能那么自私。原来知道你是对我的，爱是唯一，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。我的爱被欣赏，怎么能丢下我一个？你的爱就被我收藏，迎着别人羡慕。孟星河，你别吓我。陪着时间成长。
让我来送你最后一程。莫西河，莫西河，你醒醒啊！想要再见他一面。莫西河，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。我们一起陪着时间成长，迎着别人羡慕目光，我们一起陪着时间成长。你的命是我的，如果你这辈子死了，我下辈子就让你找不到我。如果你死了，我定不随你愿，我会怨你恨你，让你下辈子也找不到我。你醒了，感觉如何？好多了。看来我的血当真能解情话多。少儿，我怎能喝你的血？你昨日不是喝过了？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宁愿自己去死，也不要再喝你的血。你不要，我正好省。抱歉，昨天可有吓到你。男人当真狼心狗肺，好事都让你一个人做尽了，随后光荣赴死，徒留我一个人，我这愧疚一辈子。那你可要记着我一辈子。谁记你啊？我要是知道那日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我定打扮的花枝招展，我看你舍不舍得赴死。你没事吧？能和你说说笑笑的真好。莫西河，你可不可以长命百岁？我舍不得你。近忧已解，远虑未除。东方景策想杀我，十年前封城一战他们通敌，只有我逃出升天，恐怕如今已成为他们的眼中钉，肉中刺。说起来我也有一事不明，我的血能解情花毒，东方锦策多年来找和我相似的女孩囚禁放血，我能理解，但是她看起来并未受青花毒所困，她到底在为谁做事？她的靠山只能是宫里的东方紫渊娘娘。宫里的人，国公府能容积一时，都是因为这位东方紫渊娘娘。传闻中，东方紫渊貌美无双，只是体弱，从不见人，没有人见过她的真面目。上次我进宫去面圣，帘子后面坐的却是东方紫渊。娘娘体弱多病，之前传闻东方紫渊病重，说是要去了，谁知后来又突然好起来。与你一般，昨日是要死了，今日看来我
我的许多疑问，只有这位东方紫渊娘娘能解。圣旨到！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圣旨到！圣上口谕，东方紫渊娘娘领养人即刻入宫，汇报江阳大道原进展。这是贵妃娘娘赐给世子妃的华服，请世子妃换上。东方紫渊娘娘有令，只许世子妃一人进殿。世子，宫内嫔妃不幸外难，还请见谅。少儿，我在门外等你。嗯。参见东方紫渊娘娘。这东方紫渊竟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，不愧是我的亲生姐妹。亲姐妹什么意思？你我本是一胎三生，按民间论我应当唤你一声姐姐。这么说镇国公那位毁容的女子也是你我的姐妹了，你怎么能对自己的姐妹下如此毒手？姐妹如何，亲情何用？一直都是你在找我，有一事我不明，为何是我？虚的是你，姐姐，你是不是忘记了？当年你将我丢于闹市，那时候我才六岁啊，六岁的孩子离开亲人是会死的，我怎么会抛弃自己的亲生妹妹？怎么不会？我在闹市待了三天三夜，就在我快要晕死过去的时候，是镇国公把我收养了。从此取名东方紫渊，时至今日，我早已不知自己姓谁名谁。紫渊，别叫我这个名字，我不喜欢。紫渊，纸渊，注定我一人想高处，一人想苦寒。姐姐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的人生，我们换换，好不好？羡慕我躲躲藏藏患得患失的日子吗？你嫁给孟星河，高门显贵，虽说你爱慕之人身体羸弱，但是他至少一心一意地爱着你。这深宫之中惯是小人得势，看似繁华金贵，实则孤苦无依。这一堵宫墙锁住了多少女人的一生。看来你煞费苦心地抓我，已经有决策了吧？不错，只要你死了，我立刻昭告天下，东方紫渊已死。怪不得江家女会毁了自己的面容，怪不得她说这张脸便是我的祸端。今朝你是插翅难飞，来人呐！身上驾崩了，怎么回事？哥哥，怎么回事？皇上突然驾崩，的确措手不及。我和将军商量，认为此时就是最好的反叛机会。东方锦瑟，叛逆是大罪，你敢带军逼宫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早就疯了，这皇位我看该也换个人坐一坐。姐姐，虚的是你。少儿，
就是这个鬼地方，何星河，何星河，夫人，夫人别怕，我在。你还好吗？你不用担心我。别闹，我想办法怎么逃出去呢。我知道你会一些三脚猫的功夫，可是此处守卫森严，想要出去。 只有从狱卒手里拿到钥匙。多怪这个东方紫渊，明明长了一张和我一模一样的脸，却没有我的侠骨心肠，撩着撩着就把人迷晕了，还带到这儿来。都怪我，将你卷入了朝堂争斗，是我失策了。你不必自责，谁知道我们一进宫皇帝就驾崩，运气就有这么好。要是我没有遇见你，你说什么傻话呢？ 这锁有点本事，我竟然打不开。这锁可是我亲自设计的，没有钥匙，连只苍蝇都别想飞出去。你说你当时那么恪尽职守干嘛？现在把自己锁进去了吧？我何曾想到有朝一日我也沦为这阶下之囚？你这人就是这样。 做事不给自己留后路，以后这个我们得改。是，都听夫人的。如今，得想个办法从守卫那儿偷到钥匙。守卫哪儿那么好骗？快来人啊！穆星河要死了！夫人，你别闹了。快配合我！快来人救救穆星河！ 他要是死了，我立马自尽！快来人啊！快来人呐！夫人，要不是为了这个钥匙，我才懒得演这出戏。 我今天倒是头一次见夫人的看家本领。这钥匙就是你牢房里这把，你快走。我出去了，你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对东方紫渊有用，他一时半会儿杀不了我，而且他还会按耐不住，迟早把我接出去。你赶紧换上兵服，抓紧时间出宫。啊，那我们出去再联系。 我会回来救你的。整个上京城就靠你了。什么人？我乃东方少爷手下贴身护卫苟玉树，奉东方少爷之命出城取一封密信。你说你是，你就是啊。证据呢？ 说了是密信，你有几个胆子敢拦我？耽误了东方少爷的事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守得有眼不识大家，胡大人请。孟星河人呢？是不是你放他出了上京？ 我人被困在这儿，我哪有通天的本领把他放走？你还真是高看我。这牢房的门打开，一定是你偷了钥匙。是我小看你了。姐姐，在牢狱内你都不肯安生，
既如此，你便贴身跟着本宫吧。来人，送他去凤栖宫。娘娘。国公爷，我的旨意，你现在都不听了吗？是。哎，没人问问我的意见吗？我还没发表意见呢。不来凤栖宫，本宫就把你杀了。尸首挂在城墙上暴晒三天三夜，再扔到湖里喂鱼。来人，带走。过来。好奇，宫里居然有这么多巧夺天工的器具，真是奇特。直接吃了，不然呢？情花毒难解，血相溶蚀女孩的血相压制，不然你以为我让你入宫干什么？还给你沐浴焚香？原来我是你的御膳啊！不过，我的好姐姐，你的血当真比其他人压制性更要强。我绝不能让他知道我的血可以解情花毒，那否则还不立刻杀了我做成大药丸。我绝不能让他知道我的血可以解情花毒，那否则还不立刻杀了我做成大药丸。在交换身份之前，我劝你最好老实点，我碾死你就如同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那是你说我丢下你，我的确没有印象。我爹娘说捡到我的时候，我已经丧失了幼年最痛苦的回忆，所以我认为有可能丢下你就是我痛苦的来源。一派胡言，故意就是故意，如果不是你，我怎么会变成如今这样？你既然恨我入骨，那你报复我吧，用我的血平复你的心绪。我轮得着你来教我做事吗？这么多年我都是这么过来的，你也别想逃。天下之大，莫非我王土，逃到哪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我又没说跑，你紧张什么？今夜你就跪在我床边守夜一整晚，静思己过。你睡吧，我就在这儿陪着你，别害怕。起来吧。才跪了一夜就受不了了，这才只是开始。你以为贵妃塔这么好睡吗？本宫也是一夜一夜这样跪出来的。这些年深宫的日子苦了你了。今夜国公爷怎么还没来？来人啊，去宫门口迎迎他。你把他留在这儿，不怕他半夜刺杀你？他们这些自诩正义的人绝不会干偷袭的事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是没有防人之心，大不了杀了他。幸好我们还打着。不说他了，你今天怎么来晚了？皇上驾崩，百废待兴，我和张氏商量过了，围住宫城，不日内逼宫幼帝。逼宫？不是说好了找到亲姐妹代替我做东方紫渊，我们就远离皇城，远走高飞吗？紫渊，你放心，你的话我向来都是放在心上的，还你自由乃是重中之重。我信你，你不能说话不作数。放心，也就东方紫渊这个痴儿信了你的鬼话。
那他，你打算怎么处置？既然你想对付孟星河，不如就利用他来当诱饵，给孟星河摆一场鸿门宴。好啊，那我就在此处备上重兵，只等孟星河来。只要他来，他便会死，他亦会死，孟星河就会被图谋而杀之，一箭双雕。三七，三七，虎符。爹，出什么事了？东方景策反叛，谋权篡位，他妹妹东方紫渊也绝非善类。若是让他知道韶儿的血可解青花毒，但他定会取了韶儿性命。虎符虽在，但兵将缺失，封城一战，险兵百万，此时可用之人不多呀。这一仗，恐怕难有胜算。魏家、魏国，我都要亲自领兵上阵。虽然我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孟星河，此事此去甚是凶险，婉儿保重，去吧，去吧。世子，世子，如月。世子，这世子妃临走前让我交给你的，他早就为你打算好了一切。真是，谢将军。现在就等你披上铠甲，做回将军。无论成败，我都要拼死一战。出发，奉七姑。让开。世子，天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世子，你们串通好的。今日终于有机会再次为世子效犬马之劳。孟家军旧部将士们毅然，我等在此恭候多时。我早已命人通知散落在各处的暗桩，天麻当日便应允，愿同我背水一战。封城一战后，我等不愿离开上京，一直在京中蛰伏，等候世子召唤。大恩不言谢。恭迎孟家军进宫。星儿哥哥，星儿哥哥，你要杀了我爹，他当真要造反。是。我把兵符偷出来了，希望你能保张家家眷，不受牵连。世子。多谢。凤栖宫。我们原本的目的不是杀掉孟星河和江云韶然后离开这里吗？你现在是在干嘛？如今这情势，皇位唾手可得，我不争上一争，我死都不瞑目。再说了，宫外的日子你过得惯吗？你骗我，被困在宫中的日子我受够了，我不想再苦于心计，再精于算计。你说过会带我离开的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
等我登上这皇位，这天下都是你的。那时你想去哪，我就带你去，好不好？这么久，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。你才发现啊，我的好妹妹，兵都到城下了，你才发现你的身边人，狼子也是。报，孟星河秦王救驾。不可能，我部署这么精密，他怎么可能打上来这么快？你笑什么？像你知道此时此刻还抱有登基的希望。就算他把上京所有人都招上，那又如何？拦我者都得死，通通给我杀了。是。张氏，交出五符，或许可以饶你一命。世子还像十年前一般，心慈手软。封城一战，教训还不够吗？病秧子就是病。十年前你没死在我刀下，是你命大。有点本事，可惜是个下人。张氏，十年前封城一战，你可曾后悔过？后悔？我只是动动手指，就成了标记大将军，风光无两。你们要做十年的事，我一天就做到了。我是你，你会后悔吗？只活该拿命来。老实说，你确实兵强马壮，杀了我们所有人易如反掌。不过你当初入朝为官，应该不是为了堪堪糊口的粮饷吧？我想你应该总是有几分热血，想要成为轰轰烈烈的英雄。如今呢，你连他小小的愿望你都满足不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。我们最初的目的不是找到他代替我做东方紫渊，原本的计划是他死后我们离开，现在一直是按原计划在发展啊。不如我们就按照原来的计划，等他死后我们远走高飞。远走高飞？不可能，我差一步登上皇位，我绝对不会离开。在你眼中，天下远比我重要。子渊，我原以为深宫锁住了我的喜怒哀乐，现在我才发现错的不是深宫，错在我太相信你。不，错的不是你，错的是天下。我只有夺得了这天下，才能光明正大的娶你啊。我有什么错啊？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其实这都是借口，是你狼子野心的借口。我们都错了，我错在太过相信你，你错在迷失了自己。放下剑，伏诛吧。子渊，你为何同他们一起劝我？你忘了我们的愿望了吗？没有人像我这么傻，为了一个男人什么都不顾，尽管被他折磨，被世人辱骂，还是死缠着他。不是你的错，你不要想不开。因为我喜欢你，别人看着你犯错可以置之不理，但我不行。非一死难以赎罪，非一死难以忘怀。子渊，不要！子渊，子渊，你醒醒，子渊，你醒醒，你别吓我。他想阻止你做错事。东方锦策，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死了，我是爱他的，我是爱他的，
最终化为凶魔，成为彼此眼中的过客。难过的话我从不说，一个人的生活没有你也一样很洒脱。终于等来了登基的机会，该死的不是他，也许爱情里没有如果。狮子，已经屠我全家36口，皆因你开城门，你的刀剑怎能指向百姓？3000多天，做梦都想杀了你，他把你千刀万剐，不足以平分。三千。三千，三千，你坚持。世子，我是你的，很奇葩了，你把我杀了。那你杀了他。三千，你坚持住。三千。世子，是那千风尘，你捡回我，教我读书，教我武功，早就把你当成我的亲哥哥。天涯重要，你也一样。三七，你别说话了。就是死在江中，我死，我死的也算值得。三七，我让你撑住了。我不想死，我下辈子跟着你，我跟世子月下不着时。三七，其实从来都不是瞎呀。如果不是因为你们，他不会死。你疯了！我疯了！我疯了！你们有什么资格道貌岸然的评论我？喜欢的人，我也不得不亲手送他入宫。每日相见，只能以兄妹相称。我想娶她，我有什么错？那为何他今日求你离开？你不愿意放弃一切，跟他走？为什么呢？你爱的是上位者的荣光。不是他，他死了，那你就没用了。那给他陪葬吧。少儿，别怕，没什么。为什么每次我的计划都会被你打败？当年投诚之战，我以为只要杀了风尘所有人，便能遮天蔽日。谁能想到，我活着从风尘回来。今夜，本来要杀的人是你，死的却是子渊。你太自以为是，自以为是的完美，自以为是的爱，害人害己。我们谁也别想活了。
只要你们阴阳两隔，我就不算数。东方景策，你收手吧。这天下需要明君，建立王朝需要牺牲，一个妃子几个百姓又算得了什么？我秦花毒中毒身锦，哼，现在身子已不如从前，你生死不能放过皇上。王星河，少，少儿别怕，我知道自己大限将至，皇权如今，往后你一个人要平安，要喜乐，不要想我。王星河。穆星河，你醒醒！穆星河，穆星河，我还有很多话没有对你说，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喜欢，我们还有很多事没有做，还有很多灯没有看。穆星河，我以前觉得做一个潇洒小贼游走世间很快乐，可是我跟你在一起过后，我觉得做一个名门贵女和你品茗赏雪谈无论经也很好。你能不能不要丢下我一个人？你快醒醒啊，孟星河，孟星河，来人呐，谁能救救他？孟星河，可否可否许成愿？你就像一道光，暖心房。日落西，一起看斜阳。我把你私藏，不让人分享，一起把余生摆放。白月光照前方，真希望圣旨到，对流星我许下愿望。合适的收场，虔诚的模样。二位今日大喜之日，我来喜上加喜了。离宫准大驾，可是圣上有规矩。圣上说，世子生死不变，无需拘礼，速度接近。让我年上不惧黑夜太空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定北侯府世子孟星河护驾有功，平息叛乱，实则大功一件，当晋升爵位，升为护国大将军，世袭荣宠，钦此。我们一起陪着时间成长。世子，这可是上上皇朝前方，皇上还了你爵位还晋升，你怎么切呀、啊、臣斗胆想向皇上请一个旨意，荣华富贵的我一代表，只愿圣上能够取消通缉我夫人为江洋大盗的通缉令。啊，我当是何等事，世子放心，圣上早已允诺。那就好，请公公回禀圣上，孟星河用一切换夫人无罪已经知足。世子和世子妃当真情深，咱家告退。白月光照前方，是希望。对流星，我许下。你后悔吗？娶了一个我这般的女子。合适的收场，虔诚的模样。
后悔什么？你我二人能平淡的过完此生，用极了。用你就是远方，伴你刻在心上，让我每天有念想，不惧黑夜太过漫长。外面有人，你拽我干嘛？我听一下。这次咱要不要走？我们不是海潮，爱是唯一信仰。我的爱你欣赏，你的爱交给我收藏。迎着别人，你可是我的夫人。我们一起陪着时间成长，迎着别人羡慕目光，我们一起陪着时间成长。